在2019年完成了结婚、怀孕、生子，通通一次来。也因为宝宝的诞生，所以面临需要搬家的问题。新加坡方面的考量以他优先为考量，也因为在生产前就已经决定要亲喂亲带，会希望让家里都是适合小孩子活动的地方。因为宝宝接下来我会让他在地板爬行，我把地板选择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家里的空间是很舒适，之后又很漂亮又美感，照顾宝宝心情也会很好。